咱们快成专业打怪的了。真的好烦呀，说唐僧来他一直没来，妖怪倒是一波接一波，他一个比一个厉害。不好玩。你没想过其实唐僧就在安阳捕梦？是妖怪，你怎么不变送我？这位神仙，就算不收门票也不用天天叫我来吧。啊，你是脚底板有了三颗痣的人，再戴上紧箍咒就可以变身为齐天大圣孙悟空。赶紧去找个大人给他拍上三颗痣，让大人他变成齐天大圣，至少挨打的时候痛会少一点。